装备都准备好了，今天是我们进餐第五天了，手法也是越来越熟练，看今天能不能包200块。今天我们预计上班时间10个小时，昨天挣的150没用完，今天我们又要开始挣钱了。这个生活太舒适了，你想不想回家？我不想回家了，怎么办？上班。今天也有点小啊，下面是不是？就是那小啊，两张一起才包得起。他们都回去吃，我们两个还都要出去吃。像今天晚上吃个泡面，反两个人都花了40块，还是有点遭不住。我们买点公园票嘛，下面我坚持了，觉得这住，反正都只我们两个住，单间儿。你加班的时候帮我买菜。买面来煮。明天还要回去看。一会儿我把垃圾丢嘛，把我们旁边一起，我丢了装满了。你不去丢，一天懒死人。现在说不，那说啥去啊？哼。人是道，事是道，分。好，给你一次机会啊！来来来，好，可以。嗯，老石头不？哎，可以，咋的？第一把不算的，第一把还没输。好，再给你个机会。来来来，最后一盘哈。三千三，我们最后一盘，从这开始。要的。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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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局，剪刀石头布。哈哈，那你给。拳王，你画的我扭到。看你哪个上去。